还不如直接传进去。哎，把马卡索的胳膊架在自己的腋下就不松。之前的单后腰改成双后腰，是廖立生和黄博文平行站都用在防守上，防守的到位率很高。75分钟已经出现了抽筋的迹象，是右腿。三星手机双十一优惠狂欢，全场至。